手指头。这梦魇的建模也太磕碜了吧！你最起码手指头你可好好见一见啊！你瞅这手指头，这是给图片里边跑出来的人。把三瓶药都给他吃了，你跟我打。哎呀！哎呀！走了，回家了。盖伦打断自己平 A， 完了完了，出错了。这时候要是出个饼干出来给我，我就直接难受死。出个蓝宝石，盖伦没了，我用 Q 补总行了吧？这魔腾这个被动太猛了，30%攻速给我们加。16刀，盖伦7刀。你还跟我打？恐惧，挠挠挠挠 ，Q， 挠挠 ，W 挡住。呀、yeah ，来了个小狼，阻安怒兽，链儿，你恐我，我恐你，俺俩互恐。我 Q 走，你可追不上我。这干嘛这么多人呢？这。这是为啥呀？你想回家呀？你觉得你能回得去吗？你觉得我能让你回吗？太狂了吧，这咖喱奥！中单了不起啊！你看我一会儿飞不飞你就完事儿了。划了一下，真的狂！划了一下。抽一下，走了。我们先回家，这不行。下边再跟这个盖伦打。改了，水晶瓶不让在泉水里边吃了，是吧？哎，算了，我这菜一会儿再吃吧。你就跑了？这边教大招，说实话不合适，不教这个大。
盖伦是有闪现的啊，我们交大他一定闪，用大招打闪现不划算，最好能直接把他打死，顺便还能让他交个闪。抠一下，先去插个眼，抠一下，划了一下，这也不打架呀。我们在草丛里边藏一下，看看这盖伦出不出来，等他一波啊，等他出来。抠一下链，点点点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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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不能上了啊。抠一下，狼人来了，直接反客为主，先杀狼人，恐惧。抠吃个药，右边吃口屎，回去杀盖伦。这个位置插眼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。我往上要一下啊！三二一，中！好，他闪。他闪确实是对的，要不然一会儿他也得闪，我链到他他就死。他没有鞋，我有鞋，我刚才链到他他必死。在这等他一下，你还敢出来，兄弟？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滑了滑了滑了，你还敢出来？哎呀啊啊啊！我吸血。吓死我了。狗急跳墙了，先来个血色之印，十秒钟有大，看看打没打这个。对，瞅一眼啊，这波盖伦上来直接飞，直接飞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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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挡住，让我一顿滑了。一下这个狼人啊，我马上到。你敢跟我打？滑了滑了滑了，吃药滑了，打不了。这怎么是个出右装的嘎里奥啊？真右啊！哎，我想问一下啊，那嘎里奥的那个重锤我能不能用 W 打，他算不算技能？能挡住，能挡住的话刚才能反杀，如果不能挡住的话刚才不能反杀。
不知道，别问我。没问你，问别人呢。我赶紧吃点塔皮。盖伦上哪去了？我抠你一下，假装走了，其实不然。我们去波中路，把这嘎里奥给他杀了。我得杀他，我受不了这气。你还敢拆我的眼儿？嗯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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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划了，致命减盐。我刮痧是刮痧，我速度快呀。我刮痧，即使我刮痧了，我速度快，我不给你刮掉一层皮呀、啊。狼人来了，咱也不怕，把这塔给他拆了，少了150块钱啊！一血塔没了，哎，把蓝打了去。先打他个蛤蟆，记住这个扣往右边放他看不见，往左边放他就看见了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位置找到这个盖伦，看看他上不上来啊，上来我们再划了他一波。回家去下路收银头，先买个木印。小炮没闪现啊，记住了。这波我决定划了一波中路的这个嘎里奥，我让你出右装，你还跟我俩搁这出右装，你还敢把 E 放了？我飞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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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有没有红 buff。 嘎里奥杀完，我们还得杀个麦林炮手和复仇焰魂。往这边走来，恐惧我没有用，给他恐惧，让他大招消失。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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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，看有没有红啊？没有红，没有红，往下走，杀一波复仇焰魂与麦林炮手。复仇焰魂又死了，先扣他一下，他已经被包围了。还有烟熏我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呢？给我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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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扣，链住，
恐惧。2550。把这石头人收了应该差不多。OK， 钱够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夜刃之风，我们还差一个火蓝没杀过，一会儿飞一波火蓝啊。这波感觉要打输啊，飞火蓝别飞小豹，两个都杀。两个都杀，我们再去拿个红。咱俩凭本事，好吧？你要能抢到，你就抢。我都这只点右键，都没摁别的键子，你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拿得到，你要能拿到你就拿。这蓝我们给它拿掉，法外狂徒要蓝 buff， 凝配吗？给我吧。虽然我们心想着凝配吗，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说啊。小炮，小炮在哪儿？这里有眼儿。直接飞小炮啊！刷。给个恐惧，我们溜一手。对面的人有点多 ，Q 走，快打呀！快打，我可以和你打一走，吸点血去。哼，这盖伦，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办？恐惧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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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四个壮汉把盖伦的塔下一围，小炮是吧？哎，这火蓝为什么有个蓝 buff 啊？好幼啊，这火蓝！探索者护臂，看来我们得来一个收集者了。可以打，减速的 ，Q 恐惧，闪现掏小炮，滑了滑了滑了，回家出装备，收集者给他做出来。抽一下，小炮没闪现了，那我们下波杀小炮。下一把玩乌迪尔，行。
找到小炮啊。算了，我不想杀小炮，我想杀火蓝。耶耶耶！小伙子，我是豌豆射手，你这个丧尸！还有十秒钟，没到十六级，守不住尸。他金身呗，他出秒表了。在这等一下啊。这波别着急飞啊。这边我们飞小炮。哇，别这样，这木印太猛了，这木印他有金身，俺们不飞他。这个木印确实是有点作用，我们木印然后直接隐身，对面都没办法看见我。